好，马上来进行青春组的卡位赛，有请两位赞成平手的。哎呦，花俊兰，阿哥来刘佳宇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我是屏东人，不是屏东人的花俊兰。哇塞，被你的人包围了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来自印尼的苗博，刘佳宇的是我。苗博啊。苗博哦，哎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美人姐，我是不是有搞错？今天是也要录二十关吗？哎，怎么说？怎么哪有人？你现在还没有上去，你已经请了两车的加油团了。我看一下，两车的加油团，我们大家看一下，这二十关的人才有这样弄啊！应该感谢我的屏东的乡亲呐，大家拢真踊跃要来给我加油啦。嗯，啊，这届吼，各位这个彰化加台中诶。朋友，有一个是阮台中的迄个台中夜市发展协会，一个阮一个阿哥，算阮屏东嫁去台中啦。哦，啊，因个发展协会啦，夜市。都也雅琪啊。台中夜市。大理。哦。大理。水水水。伊进前都讲要起来搞我加油啊。嗯。啊，前面做行李啊。哦。休困，安尼大家休困，安尼不来个休停嘞，不来个休停嘞，有者讲休，你来看麦啊，真正嘞，你是人个奈家伙，是啊，你到底是创什么代志？因为看未出来，是咪创什么代志？那我都安尼，不是嘿，不是讲吼，爱哥，伊都家己车付车钱，便当钱是，你还透早起来呢？亏啦，系啊，吼，对吧？啊，可不一定唱会赢，丢啦，啊，所以讲我即届。为着阮遮个乡亲好朋友遮亲情吼，所以我会继续拍拼。不过袂歹来，伊唱个平手啦吼，唱个平手。我得个今日就坐起你哦。对哇，所以请两台来啊，来迎接我的胜利。来讲对不对？对。感谢。好，即句上大声。即句上大声。阿苗博，你顶回那输起啦？上一次是好像我那时候我好像有一点知道，是因为我有梦到。啊，又梦了，哇塞！那时候我是梦是跟那个谁。温汉龙就跑，还有阿德老师都在那边，我就一直跑跑跑跑，好像要跑过那一关，不知道是什么就被封掉，封掉的，就是冻掉，被阻挡是不是？对，然后汉龙跳过去，哦，就是上一次我跳不起。跳我得跳过去，啊，你别管你跳的，一跳过去，我都跳过去，然后阿德老师就站在那边，啊，所以挡在前面的是阿德老师，给你汉龙嘛是一个关卡呢，对，可是他有跳过去，他的梦很准，他是跳过去这样，啊，你可能今天你的输也可能输你阿德老师，不一定哦，啊你顶回先来帮到，你今天有帮到，张武帮到，我张美嘛是有帮，帮下帮下，但是我今嘛张美帮啊未使讲，我明仔应该使讲，行啦，明仔再讲，再讲我拖啦，啊，讲拖，因为我已经问遐。阿伯就老诶，我讲你是咧，我是讲这是虾米意思？一直笑就走起啊，我就起来啊。啊？你该问啥？就是未使讲，嘿，就是未使讲。我就问这个问题了，迄个阿伯一直笑啊。是迄个面吗？你哪？我不要紧啊，小魔一跟那伊个护身符爹，有护身符。不，我第二个护身符是我第二个毒汉是田老师。田老师是你的，是你的第一个毒汉，为什么？第一次的时候来海选的时候，是啊，我就海选好回家就梦到田老师，就比赛唱歌，然后那个路是很难走，然后就很多很多东西要咬我，还是要打我这样子啊，然后那个田老师就拿一只棍就带我走，他就是这样走，好 man 哦，哇塞，这样他就是我的毒汉。到底田老师是牵着你过去？而且牵着你跪求啊，这个你要搞清楚哎，这個结果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鬼啊，鬼是鬼啊，鬼啊！你要唱什么歌？今天为着阮两台游览车的乡亲来，我要唱这条歌吼，叫《流浪之歌》，要唱出我今麦心情。好，那我们的那个苗博嘞，我今天带来比较可爱的《心心相爱》。刺客即将登场，各位注意了。我今天带来这位刺客呢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他一出来唱歌，大家一听到他的歌声就说你一定要去比赛，你一定是当歌星的料。一起来欢迎怪手歌王陈志雄大哥，有请。雄哥，哎呦，哎呦，长腿欧巴，欧巴欧巴，哦。我是陈志雄，来自中华。为什么叫他怪手？
哎，因为呢，我们陈大哥之前的工作他是怪手的司机哦，对不对？是哦，这个厉害哦。哎呀，哦，我细汉二十出头岁，刚退伍的时候，嗯，因为环境无真好啦，哦，还有机会让开怪手，算这个职业也未歹，算未歹，不错，薪水不错哈。啊，你有讲学到什么无？就是这边足奇怪，哎，去学到这个，去整理人的要个心脏的迄个波嘛，嗯。啊，去挖到一跌头卡都啊，有那个旧就旧的那个翁啊，啊，结果我有跟那个雇主讲哦，我等下还佫有工过，还佫走，是，啊，结果可能是人哋都无啥相信，我要走伊，伊也无要我走，嗯，结果我要走的时阵，要爬去那个拖拉机顶吼，嗯，那板车嘛，嗯。结果个冰车了呀！板车冰车，我怪兽冰车不是板车哦，怪兽的冰椅，怪手这样翻，它是铁跟铁相卯的吧？对对对，所以它接触不太好的时候，它这个是很奇怪了，一用被鬼啊钳抓都唔把它呢，奇怪。结果都你给处理完再才走的，对，他就那样，叫伊给处理就好了。我就请下头工啊，跟那个雇主讲说，哎，尽量都是很诚意的帮忙。哦，你有请头工啊，我来处理啊。练功啊。我想讲你若无讲，才有标榜的，当个你自己改一下。是是是，你讲就无用啦，人家十几年前的代志啊。你好，啊，你要唱啥？啊，我唱翁立友的《金心蕊》。哎呦，哦，这个声音感觉很厉害哦，哈。好，我们欢迎三位。